欢迎收看宝岛漫步。我是蝴蝶，欢迎收看《波多漫步》，陪你欢喜，陪你笑，陪你健康，无烦恼。哇！我跟你讲哦，蝴蝶今日吼是中秋节呢，家家户户吼两三工前就开始吼，迄月饼啦、文旦啦、迄油啊啦吼，满桌顶拢是啦吼，贵个足济足济，你行到底拢闻到人爱香肉啦，啊，去到人家吼，因家拢是吼。月饼油啊，拢搬拢下啊，规桌顶吼。有的人啊，有啊，有的人啊，为早开始啊，啊，甲今仔的暗时，哦，拢伫个烘肉，我出去啊，都闻到迄味哦。
有够胖的啦，胖的吼、哦哦，对啦对啦，嘿、哦，啊，咱今嘛吼来祝大家吼、哦、中秋节快乐！哇，这吼今嘛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哦。哦，大家拢知，大家吼、哦、做伙吼、哦、用上热情的心来欢迎咱的宝岛歌王亚克丁叶大哥来。吃袂来，予人批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阮的心情，亲像冷风吹无停。他乡虽然好光景，月亮也是故乡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阮的心情，亲像冷风吹无停。他乡虽然好光景，月亮也是故乡明。今天是正啊，中秋八月十五暝吼，啊，这个啊，思乡的人这首歌啊，嘛才下这个中秋的时阵啊来唱。但是无同款的啊，就是讲，若讲三十年前，在咱台湾三十年前、四十年前哈啊。即、这个那有过年过节，也是讲有甚物节日啦，啊，尤其是啊中秋节安尼吼，啊啦，无等于家己故乡的人哦，哦，啊当然就是吼，啊，真个思乡啦，哈，啊个啊思亲，哈，会想厝边的人安尼，哦，迄是我讲啊四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时阵，啊，迄交通较无方便，啊啦，即马即个时代吼。啊，都吼，高铁之类了不搞啊，啊，搁有手机啊，加电话吼，啊，所以面对面的安尼啦吼，啊，但是一个啊，情形无同款的人，就是讲哦，那是去住伫国外吼，哦，咱啊，台湾人吼，迄一个打拼的精神是可能是会使甲讲吼，世界排第一名啦，吼。真正吼、哦，啊，甲迄个住伫外国去拍拼哈，啊，做事业的人吼，啊，上少哇，可能唔啦五十个国家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有当时啊，那要倒来时阵哈，啊，过年时啊无定较会倒来，啊，那中秋节无定，啊，这个啊，中秋节无定哈，啊，共同去看月亮啦，啊，共同看月亮吼，啊。厝边老爸老母啊，兄弟姊妹哈，啊，伫台湾去看月亮，啊，都那离乡去国外住，啊，都去住做事业的人哈，伊嘛是伫同款啦，哈，唔是伫台湾出去看月亮，是其他的所在，那是美国、日本什么，哦，啊，有诶南非啊啥安尼啦，啊，伫遐嘛是看月亮安尼，但是时间上的。有的所在是无同啦，啊，咱咯，咱就用暗时啊，伊遐毋是暗时啊，啊，而且跟大家聊一聊这样子，还是啊，也是爱啊唱歌啊，
尽量较认真唱歌，还较要紧啦。啊，继续过来唱啊，这两首歌啊，真特别哈。啊，都苏暖，嘛，暖歌加路顶的小姐。来听一道轻松的路顶的小姐，哈。
顶的小姑娘，有小姑娘。今夜是月光，暗暝你要倒位去？嘿，想要招你来去公散步，好也唔好，唔免歹势。春风若是吹来，嘛会变暖来风。招你来去地板休息，好也唔好，跟阮来去，一杯咖啡饮了，有时会开暖花。对你表明我的心内，好也唔好，唔通耽误。青春随时过去，请你做有情人。谢谢。哇，咱今嘛吼，赶紧来请叶大哥吼，登来主持台才坐哦，吼，来请。好，谢谢两位啊，你。哇，叶大哥真缘投的啦。哇，邀请今天三人家睡家缘投嘞。哟。今天三吼，啊，都我卖，我讲对迄几多主题造句啊。哦，但是啊，阿斌去讲，我嘛爱回答的俩。啊，今天三是就二五的准备啦。哦。我得素诶咧，这个节目拢讲讲，这个节目讲唔捌穿过，安尼哈。我知影啦，这有得素诶啦。对，谢谢两位啦，哈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咱亲爱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哈，这尼啊支持哈，可以点啦，阿妈这尼啊好爱好阿斌甲福德安尼哈。感謝啦哈，謝謝安尼吼吼，謝謝不完的。好啦，我嘛是吼，阿斌南湖店嘛爱感謝葉大哥，給我兩個這個機會啦，夠處，嘿，夠處，啊，含大家開講，啊，含大家吼一點鐘的快樂安尼啦，對。啊，葉大哥，拄啊迄第二條啊，暖歌，哦，足有感情的呢，那是啊。多听几句啊，就会感觉心有一点啊酸酸酸的感觉呢。对啊，嘿，内容啦，嘿啦，情啊难放弃，梦也难醒。
啊，情啊，情难忘啦，啊哈，啊迷啊梦啊啊难醒啦，哦，梦也难醒啦，啊这永远的爱啊，永远的爱拢在心内啦，哈，这是歌词的描写，歌词的描写啦，哈，爱你的心，爱你的心，你敢会知？哇！观众朋友，这大哥爱你的心，你敢会知呀？拢知拢知啦，你拢知呀啦。啊，这无准备的啦，这我的蝴蝶，你问我都，我随心所欲唱的。我知呀啦，你讲吼，你就是爱吼观众朋友的心啦吼，你敢知啊？我替观众朋友回答讲，你拢知啦，阿公啦。唔是干那恁俩哈，阿都阿蝴蝶讲啊，讲这条歌哈，啊啦啊咧靠感。感情啊，有诶，有诶，真侪古拢啊，听起来吼，会足心酸诶，安尼啊，真正安尼，思乱你，思乱你，迄观音诶话者啊，是啊，哦，这足侪啦，哎，啊，拄啊唱啊，即马免搁唱啦，啊，够啦，迄路顶诶小姐吼，这音色吼，真正足好听，啊嘛，足有迄个。那个吸引人的心呢，吸引力呢，对，像磁铁一样在吸掉，吸掉哎，所以无怪大家拢安尼啾咪啾咪拢做爱你，这个专门的啦，哦，专门的，唔好对阮来去，哦，塞内声呢，对阮来去，塞内声。安尼长甘甜啊，无怪观众朋友拢去互你吸气啊，吸气，哎，啊怎吸来安尼？阿敏讲的吼，阿敏讲的讲什么？啊这西南声什么？吸气安尼，吸来安尼，声甲吸来。啊，安尼吼，啊无我即摆就讲我较清楚的啦。哦。亲像吼，纪明阳老师啦，哈，是我们台湾的啊作曲家哈，啊编曲家安尼哈，纪明阳老。老师大家拢知影，哎，伊就讲吼，啊，我咧唱迄歌吼，满天的轻松不分，何况足侪条歌，拢这西南声啦，拢去共，拢伊讲拢去共声啦。哦，对啦，纪老师，纪明阳老师讲，你用这个西南声共声啦，去人的心啦，啊，这就是亚克电的。特色啦，啊！你讲啥吼？讲啥安尼吼？哎，我你甲讲我蛮歹势咧。没啦，这是这个情感咯，啊，这个唱出来安尼啊，我的音色哦，这是我的特色安尼啦。哎，是叶启田的特色啦。大兄大姐，你讲安尼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你就是会这三连声，甲吸气、吸气、吸气，伊甲高气、高气、高气，伊甲吸气，伊甲你吸气、吸气。我看安尼啦吼，啊，咱吼啊，这个吼啊，这个恁两个吼，两位吼，唔免用心吼，吼很用心哦，加侮辱我啦，哦，唔免啦，咱和大家吼，哦，咱三个和大家吼，啊，这个看这咱宝岛漫步的人吼，安尼啊欢喜，这个上重要。对啦，大遐大细界。我那里上重要，我知道啦，上要紧啦，嘿，安尼，咱哩节目才继续一直维持，安尼吼，维持啊105岁，102岁，对啦。阿明姐真正足辛苦的，伊拢会留落来听电话啊，回答大哥大姐的问题哦。啊，我有当时啊，就会较无闲啦，就会去教母啊，啊，佮接小孩下课，接哥哥的小孩下课啦，我就会走来走去啊。啊，你算哥哥赚一条呢，因为你佮家恁哥哥的囡仔好加赚一条啦。啊，我佮爱去教母啊，啊，佮爱去录影啦，足无闲，较无闲。啊，我较闲，所以我留咧遮听电话。你就回电话，你嘛足无闲的，无咱的大兄大姐啦，嘿，安尼，
哦，去吼较想遐迄个啊蝴蝶安尼吼啊，一个人爱个做吼，啊个负责迄负责迄安尼吼啊，这個、啊我啊听伊讲啊，恁老母哦，恁妈妈拢个真该学路安尼啦吼，太衰啦！恁妈妈嘛拢会偷看节目啦，每天拢准时收看啦，超级粉丝对。我拄仔讲偷看，意思是讲吼，啊，伊吼，啊，这要伊看吼，啊，无无爱互你知影啦。哦，安尼偷偷甲你看。对啦，伊看我的台语有标准无啦？有进步，有进步无啦？嘿啦，有咩吼？愈来愈标准啦。耶！我话变阿变有咩吼？迄个国台语啊，吼。好啊，好啊。今日啊中秋节。中秋节，恁两个七点搁比出来，我来中秋节，哎，中秋节过来讲啊，中秋的代志啦。哦，讲中秋节月娘真正有关系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这中秋节哦，拢甲月娘吼有特别的什么关系哦？关啦，这古早人有古早人的。讲法想法啦，啊对对对，今麦有今麦的人的想法，今麦的人较现代啦。啊，反正就是吼，中秋节就是甲月亮有关系啦。对对对，对无？啊，这样若佫讲，如果讲对吼，啊像早起啊，像啊蝴蝶讲的讲吼，啊顶两个月前吼，就迄月亮变这大了，这大了，对。啊，这我的歌吼，啊。有十多条吼，啊，拢有唱着月娘安尼啦，哦，尤其吼，唔是干那唱着月娘尔，哦，五年前啊的专辑的主打歌，哈，就是十五米的月台。哇，每年的中秋节的十五米吼，较有诗情画意呢，对不？迄歌的迄歌词啊，若是有月娘啊，迄感觉悲情啊，有感觉较济啦。啊，不过啊，嘛真正就有感情的啦。对对对，嘿。哎啦，啊，都这吼唱着月娘，拢有较有安尼啊，迄个悲情的，带一点嘛啦，吼。啊，啊这啊今仔日吼，啊我拄好讲啊五年前有发行的新专辑，主打歌，主打歌，啊嘛哦，迄个庆辉什么安尼吼，啊嘛是有十首歌的啦，哈。啊，这今仔日吼爱唱这首吼，哦。十五米的月台，嗯，安尼是唱这个月十五米吗？是吗？是这个月吗？是这个月哟。这，有影没有？这，我想看对一个月哦。我较早有甲人约会，我都约是对一个月啊。一年的每个月吼，拢有一天吼十五米呢。对啊，就是说我爱想看对一个月，即摆蝴蝶甲问我，是一个月还是后个月？还是一个月？哦，啊，那这十五米的月台意思就是讲哈，啊，这约会哈，啊，十五米约会在啊十。啊，在月台啦，哦，在月台遐约会就对啦，哦，相约伫遐就对啦。嗯，对，哦，约会伫月台啦，哦，啊那吼失约伊无来啦，哦，啊等一摆就拜拜啊。啊，失无来就拜拜啊，啊，改就改打电话给伊啊啦。安尼无耐心呢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我讲啊，唔是无耐心啦。啊，无是安怎？哦，迄我甲你讲，迄因兜佫袂使去呢。哦，去个老爸看到，牙棍啊出来。啊，安尼哦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了。也真严重哦，代志大条啊。对啦，伊个大哥拢伫咧讲生笑的啦，那有可能牙棍啊出来讲啊？好啦，啊，我讲一个足正经的代志。啊，我一个好朋友啦，啊，伊哈，迄个啊，这是十八岁啊，十九岁哈。伊
到吼，啊要吼，啊再交一个女朋友啦，吼，啊嘛是伫阮家己啦，吼，啊什么所在我直接讲出来，歹势啦。伊吼，伊要吼，啊再交女朋友，啊都爱约伊，交因即摆某就对啦。哦，啊有交到就对啦。吼，啊我较早来约会吼，嘿，较早约会吼，啊这因某吼，哦较早女朋友吼，就是拢住伫一间庙伊吼。诶，较边啊遐啦，伊拢走去庙口放炮啊！哦，放炮就是做暗示啊，做信号啦。迄因某较早伊路边呐，听到讲有炮声，嘣嘣啊咩哦，啊结果哦，佫十外分哦，伊就出门啊。啊，就出来呀！伊就准备要回啊，出来庙口遐啦。哦，这就是以前人吼，以前无电话吼，用安尼吼来约会做信号。你看啊，这嘛真巧呢。就算有电话嘛，太卡啦，未使卡啦。啊，恁讲安尼拢唔对啦。啊，唔对。唔是歹卡，佮唔是讲甚物啦。啊，无咧。迄个，因老爸无欢喜啊。哦。啊，佮咱去做信号，做暗号安尼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我买啊嘛是哦，去给因老爸知影。发现，发现。迄个庙公哦，会甲因老爸做好朋友。哦，想讲那会常常放炮啦，去偷讲就对啦，安尼。啊，唔加再讲两个个圆满结婚。哎，伊讲我话恁查囝有阵时拢在正正，人一个少年来要放炮，啊，我一那个就看恁查囝哦，哦，能出片啊，安尼啊。安尼，叶大哥，不要紧啦，个圆满结婚吼，安尼不要紧啦，个做夫妻不要紧。啊，我看吼，咱今嘛吼，就来听这首吼，十五年的月台来。
袂圆是你甘知？为何咱只剩等待？为何等到是无奈？今夜站五暝，你甘知？又是袂圆是你甘知？上车吧，离别的月台，等待的也已经袂过来。今夜站五暝的月台，又是月是你甘知？上车吧，离别的月台，等待的也已经袂过来。健康的时间啦、啊，对，咱即马赶紧来健康的时间，搞大概十分钟呢，吼、哦，赶紧来甲恁介绍者。头前这就是咱的全贵客，这嘛是做者观众朋友非常需要保养的保养品，全贵客对这方面有帮助，就是你张卡来问啦，讲吼我放着拢袂大包啦，我放拢一点啊一点啊啦，安尼啦，这是甲这有关系的产品，安尼知影无？对，啊人啊会慢慢变老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管是查甫的还是查某啊，在尿尿这方面呢、啊，都会碰到不顺、袂顺，还是无爽快这的问题。啊、尤其是男生啊，会有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啊，还会造成啊膀胱的那容量啊就会被压缩变小，然后控制尿液的那个激素分泌啊就变少，然后就会变成频尿的问题哦，就是你每次都尿一点点，尿一点点，尿一点点，然后次数就很多，啊，晚上就一直爬起来上厕所，安尼都免困啊。对啦，所以吼，查甫朋友吼，有关系射护腺的问题，女性朋友嘛会呢，膀胱嘛迄个泌尿道的问题，所以这组吼，全贵客内底吼都有黑麦花的特殊的成分。经过研究吼，这黑麦花吼对吼暗时的频尿，啊是吼迄尿道发炎的问题帮助，伊的成功率差不多有80%。哦，哇，有够赞的哦！所以他拄啊吼，咱昨有迄大兄讲吼，伊规暗拢起来放尿，一暗爬起来十几届，啊放拢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这个时阵爱赶紧敲电话来，咱0800-763-888，敲来报到慢无，甲咱的全贵客吼。等于做朋友安尼，啊，今日要哪卖来？赶紧来，四组诶，四组本来原价一罐是2400，即马是2罐2400啊，啊，够爽哦！像这个活力D3，嘿，一罐大组诶来，大组诶较有价，即2345。五罐吼，5000，搁送两罐的，来这D3吼，两罐的，哇！赶紧的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。咱甲咱的全国客含咱昨介绍的迄通药剂两项做伙，才是绝配啦！安尼吼，拢会当甲你改善。固药剂搁固咱的膀胱，你看。安尼，个咱的泌尿系统，这查甫查某拢会使用的哦。电话赶紧卡，0800-763-888。今日四组两罐2000，送一罐 D3， 大组五罐5000，送两罐 D3， 赶紧的哦，数量有限哦。电话赶紧卡，0800-763-888。哦，含八十组呢。八十组呢。咱的厂商讲未使伤济啦。哎，吼，八十组呢，赶紧的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。对、啊、黑麦花粉跟南瓜籽对射护腺啊本来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啊，黄顾问啊，佮有分享啊，伊有足侪男生的朋友啊，查甫的朋友啊，伊拢有伫食，啊对射护腺的问题改善啊，哦，足侪呢，改善足大，啊，即马去诊所哦，拢放足大。
白的，嗯，拢会放足大部的，足大白的。有机会你会当注意看卖哦、喔。假使你暗时吼，常常吼平了，每一届吼客放入的时阵，拢安尼一点啊一点啊安尼，尤其是查甫朋友吼，80%-90%一定射护腺拢有问题啦。啊，查甫人吼，有可能就是咱的膀胱甲迄个尿道发炎的问题，所以非常的困扰。啊，有这个问题的观众朋友吼，大兄大姐唔免拍摄，赶紧卡电话0800-763-888，甲咱的全国客户客等于做保养，伊吼无形中会当甲你帮忙，互你改善哦。啊，今日吼，咱啊老同学，咱会使买大组的5000，搁送两罐 D3。啊，咱啊新同学吼，要甲试看嘛，得买小组的两罐吼，两盒就是2000，送一罐 D3。电话机卡0800-763-888。啊，男性朋友啊，大部分呢、啊、都会有一些射护腺的问题，啊，射护腺呐，那是加油啊，加伤济，买比较较无力咯，啊，女生呐、啊、都会膀胱无力，啊，就会一直跑厕所，对不对？啊，尿尿啊，又都在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，这感觉都不像在尿尿，是用滴耶，安尼感觉，安尼真痛苦呢。对啊，袂使好好放。嘿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若有年纪的吼，拢会放这方面拢一定出问题，尤其查甫射护腺，啊，查某就是膀胱，啊，所以出现这全，所以黄顾问吼调工吼来研究这全过去来帮助咱这问题，尤其是吼，足侪吼女性的朋友嘛，常常拢会安尼频尿，迄定禁尿啦，啊，转变尿道发炎，啊，频啊尿尿的时阵，就敢那擦擦，迄就是小小的感觉，迄就是吼，咱尿道开始会开始安尼上上，安尼迄就是已经发炎嘛。转过去吼，对查甫人、查甫人拢做帮助非常的好哦、喔。今日吼，我来讲，小组两罐2000，上一罐 D3，大组5罐5000，上两罐 D3。我甲你讲，这原价加起来要12000几呢，今日拢唔免，大组5000。可都予你买会到啊！赶紧电话金卡0800-763-888，人超贵就好机会哦，数量有限哦，数量有限哦，哇，规个电话都满线啦！快紧快紧嘞，看有紧嘞，紧到家。对，紧嘞紧嘞，三线加接一个来，紧嘞、欸、来，四线加接一个来，八线加接一个，较紧嘞，电话拢满线嘞，快紧快紧来，导播到接一个，电话足济哦吼，满线，你也卡未通的时吼。还养较久诶，养通就厉害啊！吼，可有即摆一线一线接一个较紧，一线接一个紧诶！哦，即摆拢满线电话，紧继续卡，0800-763-888，啊，剩50组了，赶紧诶，剩50组，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，七线加接一个紧诶，七线。对哦，啊，男性朋友会有射护腺问题，啊，女性朋友都就是会有。膀胱跟尿道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哦、啊，这真正做大的帮助、啊、阿母啊，就是有时候会动不动就一直跑厕所，阿爸有时候就动不动暗时啊都免困，就也是一直跑厕所，这些困扰啊，真正都经舒用有帮助、哦，哎，真正有帮助呢吼。啊，咱要安怎吃？吼、哦，要保养诶，暗时要困以前吼，咱得加食两粒。卡数你也比较比较严重，已经有头拄啊咱讲诶遐镜头诶吼，暗时要困。吼，加食两粒，下早时吼困精神，搁加食两粒，安尼知影无吼？啊，咱若讲吼，迄尿尿的时阵拢用滴的，毋是放啊足大放的，啊无啥会顺吼。这个阶段就是爱互咱的放尿互较顺的，啊身体毒素爱甲排出来，互代谢较顺利的，啊唔未顺就爱赶紧的，甲咱的吼全过去赶紧去等于做保养。电话金卡0800-763-888，细做两盒2000，上上滴滴。大赚我啊吼，5000上两罐 D3，赶紧电话紧卡，紧来五线甲倒接一个哦吼，来，紧来紧来，观众朋友就需要的哦，赶紧来哦，即马规个拢满线啦，啊然后。养较久的养通就你的啊，0800-763-888吼，咱也卡未通，加卡0800-863-888，拢会通吼，来内底人通紧到接者哦，大概吼，咱有啥物状况，有啥物状况，赶紧保养诶，赶紧开始补充这保养品，暗时注意听，暗时你也敢那迄放尿的时阵，有一点安尼频尿安尼。
大概吼，拢爱一滴啊一滴啊咧放袂顺吼，啊尿尿的时阵，佫拢会安尼擦擦烧烧的感觉吼，迄就是尿道吼开始迄会痒啊，开始发炎的时阵吼，查某人靠这个现象，你着赶紧哦，电话赶紧卡卡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把咱的转过去去等于做保养。对啊，有些人呐、啊，只是喝一小口水啊，就马上想要上厕所啊，这就是膀胱啊有问题啊，所以啊，对。唔敢啉水，唔敢啉水对身体伤害嘛就大呢，所以一定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啊，让身体的毒素都排出来。所以啊，你都爱赶紧给扎登去啦，不要怕那个喝水啊，你一点啊都会变瘦安尼，安尼就是有问题啊啦。对，不管查甫吼，一定拢爱吼，把咱的转过去后，这个问题把咱转过去，去等于做保养。细组的两啊，两清洗，上一罐 D3。大组的五啊，五千送两罐 D 三哦。不管查甫查某吼，有频尿的问题吼，尤其暗时迄困吼，规暗拢爬起来便所，无去困吼，这就是爱赶紧打电话来咱的0800-763-888，把咱的转过去，摕等于做保养，伊吼说不定会当甲你帮忙，互你放着搁较大把，搁较顺，互你暗时免伊起来走便所，互你好好啊困安尼吼。啊，因为咱即马查甫人有年纪，也是查某人有年纪吼，咱的社会。现拢会出问题，尤其是查甫朋友吼，咱若年岁第50岁、至60岁以上开始，社会线拢会加减会回答，所以放尿就会出问题，拢会较袂遐尼啊顺啦，啊拢会滴嘞滴嘞滴，啊一届拢放一点啊一点啊安尼，啊这个时阵就爱赶紧甲咱的转过去，去等于做保养哦。多讲一届，细组的两啊，两清洗，啊送一罐 D 三；大组的五啊，五千送两罐 D 三。电话紧卡0800-763-888，数量有限哦。广告时间到，我未使阁讲啊哦。赶紧卡电话，即马过拢满线吼。啊，咱先来听歌，我紧来倒接电话来。
将来不定义，吃着理想陪钱，坚强的男儿何必心上边，只要有骨气总会出头天。卡叔吼，想要阮头头介绍的产品，电话赶紧继续卡。对啊，客户会帮你服务哦。我每一工拢一直在讲吼，身体都爱顾好，爱好健康。真正吼，阮是咪做啰嗦的、有一点嘛啦，有一点。啊，不过嘛，足重要的啦。所以吼，我每一工拢甲你重复，搁重复的话吼，可能你听掉听了是咪有那会足烦的。因为我拢爱恁吼，大兄大姐吼，拢我拢甲恁当作是家己的人，所以拢自己的家人。嘿，让恁大家拢健康啦，所以今吼恁也袂急急，大家拢甲恁重复、重复、搁再重复安尼，做歹势。对啊，那是啊，即马大哥大姐打电话入来啊，安尼是不是就代表你即马身体啊，足健健康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每天呢、都会有固定的一些大哥大姐打来跟我们问候，然后跟我们聊天。安尼啊，真正听到伊声音啊，代表啊，因真正身体拢够较足好诶，足健康诶。啊，即马阁有一点仔时间哦，恁阁会使打电话入来，甲阮开讲一下哦。因为听到恁诶声音，阮就知影你即马足好诶，足健康诶，足欢喜诶。对，顺头带迄个大哥卡来分享，讲伊即马改善足侪，哇，咱听到是毋是足欢喜，对无吼？哇，真正听伊足欢喜，所以大兄大姐一定爱保养，因为咱少年拼家呢吼啊。即、这个时间，咱就要来保养身体。喂，你好，哇，拍摄拍摄吼，继续卡，继续卡电话哦，收慢甲你接，电话阁继续卡，空八空空八六三八八八。像个哦，咱少年是咪拢顾巴拼趁钱，哇，困的时间拢无，拢干来趁钱呀。喂，你好，你好阿敏啊，我是阿敏来，大哥请讲。我甲你做证件啊，好，请讲来，多谢。我十几年哦，食药啊拢无效啊，我去收去是错误性哦，开十几万啊。哦。啊，我甲你买一组大组去，我搁买一组大组的，我拢总甲你买两组。嘿。我为着这個，我无教我莫困，我一暗去啊三四遍，拢惊甲吵死。哦，对啦。啊，你家己嘛困无好啊，对不对？嘿。啊我专家己困，啊即卖食。食你的吼，全好去啊！即卖一句听哦，甲天光听哦，再去放一遍尔。哇！你食啥物？食啥物？全一醒到天光起放一盖。我食迄个做迄款个做桂，啊做桂啥物？大桂 K 哦，大桂 K 哦。啊，转过去啦！哦，转过去啦！恭喜恭喜！啊，即马吼，一醒到天光哦。嘿，那即马一嘿到天光哦，我请哦，咱请咱电视哦头前的人哦。嘿。请咱电视头前的人哦，爱相信，爱相信。嘿。你看卖啊，你先甲买啦，惊先买两罐食。嗯。对，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对不对？哇，真正有改善，安尼上赞啦！对，多谢大哥你的分享，多谢、哦、谢谢。我来找过来可以帮忙你家里些，阿姐无和您无困做伙无？一定爱困做伙啊！哦，阿姐我讲一下哦，我嘛买别人个啦，你迄个人你嘛捌你啊，连讲我私底啊哦，阿姐来好你啊。哦，好，无问题。嘛，你买买买，我食无效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感谢你，食明白吼，效果有感觉啦吼。嗯，说好了，谢谢啦。多谢大哥，多谢大哥的分享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哇。哦，伊讲伊去开刀十几万呢。对哦，电话就这，电话就来啊。啊，拢袂好呢。哇，赶紧来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大姐你好，请讲。哎，大姐，请讲来。我要叫迄个什么什么什么山山。
阿全，阿全，一周，哎，转过去哟。下客服，你小蛋姐，我下客服给你接哈，卖挂灯。来，客服给咱接白线一下哈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喂，阿斌姐你好，蝴蝶你好。来，阿姐哥你好。喂，我回去啊，拍摄搁卡一盖哈，空白空空，763888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喂，继续打电话哦，继续打电话哦，电话就是0800-8633888，好，要爱产品7638888哈，啊，头拄啊，迄个大姐电话回去，我请客户甲伊接，等下佫甲你回电话哈，哇，真正伊讲吼，迄个大哥讲吼，伊收入上的问题，哇，11万呢，10几万哇，开刀完啊，佫袂好，安尼，对，伊讲吼，使用咱下了会从改善啦，哇，真正替伊足欢喜。安尼，我嘛听着足欢喜的，阮有甲恁帮忙着，哇，真正有够赞！今下来甲阮分享一下啦，听到拢足欢喜的呢。喂，你好，我杜安吼，嘿，杜安吼，嘿，我叫今嘛咧讲这迄个，嘿，大贵客，贵什么客？嘿，要大招的吼。很好啦，好，甲你下起好，马上来，多谢，好，你收哈。他们两个咧讲话咧。啊。哦哦哦，好，我听到哈，有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喂，你好，大姐，请讲，我要爱那个，一周哈，大周，大周，喂，大周的吗？喂，你请讲，帮你接客服好不好？我要转会客哈，好，那个，啦，大周的吗？好，感谢起来哈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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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打电话哦。喂，阿伯，甲我讲几时呀？哦，明仔甲你叫后日，互你收。好安尼哦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电话阁继续卡，空白空空。763888，数量有限哦，吼。啊，我们要多喝水，不可以只喝茶，或是喝饮料，或是喝汤，这些啊，拢不是白滚水哦，所以一定还要是要多喝白开水，让身体去代谢循环，安内卡较好哦。他都系大姐卡的。打电话来讲吼，伊会上上，迄上上就是已经发炎嘛，对，上上烧烧发炎嘛，啊，放着会烧烧，迄就是发炎嘛，爱赶紧吼，打电话来去等于做保养吼，说不定会当家己改善啊，加啉一寡水啦，白滚水，啊，滚水加啉一寡，啊，唔好禁尿哦，吼，啊。咱厝内有泡尼亚茶的人吼，嘛爱加啉寡，因为泡尼亚茶会当互你吼放着佫较顺，佫较大包安尼吼。啊，你知影吼，你也无爱啉白滚水的人，咱就啉一挂泡尼亚茶，因为泡尼亚茶有一点仔芳气，啊，你个啉起来感觉较好啉安尼。啊，嘛爱补充一挂白滚水啦吼，爱知影无？嗯，哎，阿叔呀，电话间继续卡，空白空空，763888，数量有限。对，因为他多。尤其咱是查某人吼，更加拢会安尼上上擦擦，啊，拢会禁尿，而且都会反复的发炎感染。对，安尼就会发炎，啊，发炎就会上上，安尼就咱头拄仔讲的迄个情形，所以爱赶紧打电话吼，把咱的物件摕等于做保养啦。对啊，而且这个会一直反复哦，你如果没有治疗好，会一直反复，一直反复，安尼真正就麻烦的呢。对，所以吼，大兄大姐吼，咱一定爱把身体顾用，因为咱你早少年能够赚钱，哎呀，啊，无时间去保养身体，啊，嘛无时间去食保养品，伊早够赚钱，拢把保养品甲钱俭起互囝食啦，互咱的细细食，互咱的囡仔食，啊，所以吼，咱的身体吼，啊，拢一折一折，啊，身体老来的愈来愈无好，愈无好，抵抗力就愈歹，啊，这个时阵吼，咱就是吼。上重要调养咱的身体，甲身体保养而好，身体也健康，对咱的事实的减轻因的负担，对不？就不会让那个儿子女儿烦恼啊，然后要带你去医院啊，要挂号，要怎么样啊？啊，儿子女儿又要上班又要工作，真正的呢，所以就较麻烦。对啊，所以咱就爱顾咱家己，甲身体保养。啊吼，大家拢爱出去晒日头，啊出去散步、走路，安尼，咱的。
就有迄运动，啊运动，咱新陈代谢就较好，啊到时就较袂囤咧伫咱的体内，安尼知影无？嘿，有啥问题，先敲电话来。啊，最近都午后雷阵雨啊，拢会落大雨哦。你若是出门啊，都爱说你爱注意哦。不管是行路，还是骑车，还是开车，拢爱注意，因为迄雨真正足大降的。尤其吼，涂脚澹澹吼，咱的大兄大姐行路一定爱说是袂堪去跋倒哦。上好落大雨。所以咱就莫出门，咱怎讲？迄开始乌衣吗？咱就莫出门啊啦，哈，到厝内就好安尼哈。啊，数量有限，即摆无啊，电话紧继续卡，空白空空，7638888，唔好错过这好机会，赶紧卡电话。即摆要甲恁讲，拜拜，拜拜，电话继续卡。